我跟你们说什么？你看，你看一下，那如果那个酒呢，那皮呢，不是每个人这样的，有的人真的很硬，硬了那就爆开了。如果你用那个摩擦，哇，很久很久，我虽然我结果好用，很快，我自己发明的。那个我来泡那种洗，好像人家洗蓉啊、洗剂啊，那些洞蛮大的。如果你用那小洞啊，一下子就磨得平平了。啊，要怎么做呢？放一点点水啦，哈，一点点就够了。咁啊，大概你浸湿，多数住个蚝浆里边很多胎皮的，咁啊，然后嗱，这样啦，啊，这样咗之后咧，嗯，然后咧，差不多啦，嗯，咁啊，又可以漂白一只脚咧，哈，很好用，很好用。嗱，呢度两用。你得加米粉、糯米粉，啊，加米粉、糯米粉，咁然后咧，呢个酒咧就我上次彻底清洁你的皮肤，咁啊将你呢个啜流你出上，呢度啲皮浸软啦，啊，大概几分钟它就软啦，软了咗之后咧，你就这样啦，你听下有声音噶，呢个便宜，你有冇听到？咁啊，然后试下它，咁啊，继续咁样磨啦吓，磨到它差唔多平滑啦，真系好正噶吓，哇！我想到后来啊，擦嚟咗之后呢度很平滑，然后你拿一个磨嗰种磨，即系好像啲沙子这样，咁样搓一下平平，好美的，你试一下。OK， 我只是整理啦，拜拜。